新闻爆出啊，热刺队徽因为涉嫌虐待动物，被动物保护组织要求更换队徽。大家好，朋友们，我回来了。最近呢，看了有关足球的新闻啊，我是真的惊了，我是实在忍不住啊，必须来跟大家吐槽吐槽。就这个有关热刺队徽的风波，现在大家呀、多少也都了解了。一句话概括就是啊，动物保协会觉得热刺队徽上的鸡，它腿上的刺有虐待动物的含义。这个刺呢，你就可以列成啊是斗鸡的装备。人动物保协会组织啊，估计是一边吃着慢慢脆只鸡，一边觉得啊你热刺残忍了，所以要求啊热刺俱乐部你得给我换个队徽。其实呢，斗鸡这项运动啊，在1835年就被禁止了，热刺俱乐部呢是在1882年成立的。那为什么俱乐部还用了这个符号呢？那要追根溯源啊，你动物保协会组织要怪，就得怪到莎士比亚头上。莎士比亚呢有一部著作叫做《亨利四世》，在里面有一位啊叫做哈里热刺的英雄，他呢经历过了一番折腾，成为了托特纳姆地区的大领主，所以自然而然的，慢慢的，哈里热刺也就成了这片地区人们所崇拜的对象。而这个哈里热刺啊，最喜欢斗鸡，所以呢，热刺的队徽就是为了纪念这段故事。人俱乐部的初心啊，是为了展示斗鸡的勇猛，跟斗鸡这项运动多残忍还差了一定距离呢。鲁迅呢，曾写过这样一段讽刺的话，说有的人啊，一见短袖子就立刻想到白胳膊，立刻想到群裸体，立刻想到生殖器，立刻想到性交，立刻想到杂交，立刻想到私生子。而你这动物保护组织啊，属于刚看见短袖子就想到私生子了。所以说呀，这人心里想的什么，眼睛里看的就是什么。要我说呀，最应该反思的就是你这个动物保护组织。我真希望呢，邀请他们来中国看看，也来净化净化呀他们的思维。因为要论斗鸡这项运动，咱们中国人啊算是他们祖宗。因为据历史考证啊，在中国有2000多年的斗鸡历史，在《史记》跟《汉书》中就有多处记载。斗鸡这个事儿呢，在战国时期啊就已经被我们中国人玩出花了。所以要这么论啊，那他们呢也不能怪莎士比亚，因为人沙翁那个时代啊都已经是咱玩剩下的了。所以我就建议啊，他们这帮老外白左买一本咱们小学学的唐诗诗集，读一读里面有关斗鸡的诗句。其实杜甫啊在唐朝就写过抨击封建高层斗鸡的诗，陈之遂呢在明末呀也写过反对挑唆动物互相伤害的斗鸡诗。所以说呀，让这帮傻老外来学学应该如何尊重历史文化，应该如何倡导所谓的平等。就是个最简单的道理，如果抹杀历史就叫做正确的话，那之前啊斗死那些鸡那可就真是白死了。既然都聊到这儿了，咱们呢也不妨按照这个傻屌逻辑挨个来看一看，还有哪些球队队徽必须得换。首先呢就是英超，既然鸡不行，那利物浦这个利福鸟啊也得换。为什么？因为利福鸟呢属于候鸟，候鸟啊需要群居，你让它一只鸟这么站着，对于这鸟啊容易抑郁，所以我建议啊起码两只起步。第二个呢就是切尔西，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敢让狮子玩马戏，那纯属是找死。我建议啊，让狮子坐车里，这寓意多好。而且呢，必须是新能源车，这环保。第三个球队啊，曼联，你说他们竟然啊还敢放一个拿着叉子的恶魔，这小孩能看吗？他看不了。叉子这部分啊必须打上马赛克，然后呢换成书跟地球，让恶魔呀戴上红领巾，这个叫做德育兼备。第四支球队啊，阿森纳，如今俄罗斯乌克兰那边马上就要开战了。我严重怀疑就是受阿森纳队徽上面大炮的影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提倡战争吗？所以俱乐部马上必须换掉。咱换个什么呢？咱还换个兵工厂是吧，玩个谐音梗，并且呢呼吁大家注意啊，全球变暖。德甲与意甲的整体情况啊还都不错，就是需要提醒一支球队，那就是罗马需要注意。因为现在罗马队徽啊非常敏感，会让人不由得怀疑说这孩子妈妈去哪儿了，是被锁起来了吗？另一方面啊，这个队徽的故事涉及啊残害或是遗弃儿童的情况，影响十分恶劣。我这里呢建议啊，换成一家四口的全家福，咱们也响应政府的二胎政策。最后呢就是西甲问题呢十分严重，而且还不是一支两支，至少有一半的球队都需要换队徽。我这里啊有两个提议，要不呢就是把以皇马为首的八支球队，把他们队徽中的皇冠拿掉。这种封建制度留下的糟粕啊，有违咱们 Z 时代所倡导的平等原则。要不呢就这样，另外12支球队啊把他们队徽中给加上皇冠，以此证明啊
先富带动了后富，最终表示西甲球队已经全面进入了小康社会。不知道大家呀，觉得我以上这些建议能不能进个保护组织呢？关注我，一起感受足球生活。这里是汉堡足球日记，咱们回头再聊。